这两个可能就想送我朋友吧。然后冰箱贴的话，我想省就自己带回家给爷爷奶奶家，因为他们没有来杭州嘛，所以就可能拿来煮，就可以贴爷爷奶奶家。想趁着有空，然后中午来嘛，然后没想到也工作日，然后中午的人还是特别多的，所以感觉大家还是对亚运会还是很非常热情。最喜欢连连，因为谐音嘛，好运连连。因为我想送给家里的小朋友一个吉祥物，还有一个大莲花的一个拼图，我觉得挺有创意的，特别是这个拼图也是，它那个里面的一些细节也做得挺好的，这些商品的，我觉得还是挺多的，特别是我同事他们都很喜欢，就是抢这些徽章啊什么的，家里的亲戚朋友啊，包括特别是有小朋友的啊，都想叫我帮他们带一下。我觉得种类对我来说还是蛮多的，就比如说我现在选这个钥匙扣，我觉得还蛮喜欢的，又有杭州，然后又三个吉祥物都在，又是亚运会，然后我就觉得想要的元素都有吧。